门窗的运输环节很重要，标准化的发货流程可以减少行材刮碰造成的风险。今天带大家一起看下高端系统窗的物流发货流程。一、专员专项核对产品信息，确保发货时效性及准确性。二、产品合格信息单填写，精确到下单店面、客户地址、产品颜色及型号等。三、物流发货单校对，确认发货、收货信息准确性，保障产品及时准确送达。四、产品打包发货中，关注我，让你了解系统窗。